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 AI 5G 科技发达的时代，但在这么多的讯息潮流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找不到自己呢？佛学的生命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，找到内心的平静吗？木鱼计划有着精进、觉醒跟和谐的意义。我们希望木鱼计划能够以一种国际、科技还有时尚交流文化，来带着你在我们现在科技时代能够享受到古老的智慧。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木鱼计划的行列。你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吗？你还在觉得人生彷徨无助吗？你还在寻寻觅觅地找寻你的人生导师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佛学非常的困难跟艰深？因为我们有佛学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快乐。欢迎大家加入我。